第四章，提摩太前书第四章。圣灵说这是鬼魔的道理，对不对？是。哪一些事是鬼魔道理？就是人禁止嫁娶、禁戒食物。如果禁止嫁娶、禁戒食物，是圣灵叫雅各来宣传的。那么，圣灵为什么还在这里说这是鬼魔的道理呢？圣灵会不会前后矛盾呢？不会，不会的。圣灵不会前后矛盾的，所以他在这里说话和在那禁止保罗去传，这都是圣灵说的话。所以圣灵说什么？就是神所造的，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。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，若感谢着领受，就没有一样可弃的，就是没有一样可抛弃的。你要感谢着领受，就没有一样可抛弃的，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。这食物并不能污秽人，对不对？这是一点，这是圣灵向众教会说的话。再一个，保罗开始改换口气说的话。我们再看，这是第七，保罗反对外邦人守戒命。咱们先看第十四节，一章十四节，提多书一章十四节，同学们，不听犹太人荒谬的言语和离弃真道之人的诫命，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，在污秽不信的人什么都不洁净，连心地和天良也都污秽了。他们说是认识神，行事却和他相悖，本是可憎恶的，是悖逆的，在各样善事上是可废弃的。保罗反对保罗在这里反对外邦人守诫命，说不听犹太人，不要听了。他从前说我在什么人中间就做什么人，但这里说不听犹太人荒谬的言语。什么是荒谬呢？虚无缥缈的，这叫荒谬的言语，和离弃真道之人的诫命。犹太人的诫命是不是叫人离弃真道的？是的。他们守诫命反而都倒闭旷野了，叫他们背离上帝了，他们离自己的意反不服神的意了，所以这叫离弃真道之人的诫命。所以保罗在这里讲道的时候，直接就抨击了那些个靠规条、靠肉体成全、守那些诫命、守那些律例典章。所以这段经文说，再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，再污秽不信的人什么都不洁净，连心地和天良也都污秽了。他说这话跟他从前顺服了雅各似乎是矛盾。他从前在罗马书第十四章的时候，他也曾经说过，他说吃的人是为主吃的，不吃的是为主不吃的，所以吃的不要论断不吃的，不吃的不要论断吃的。他在这里说话和在这里说话是两个口气。他为什么是两个口气呢？我们看加拉太书第四章有的吗？加拉太书第四章从第十九节到二十节，十九节到二十节，知道吗？我小子啊，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。我小子啊，这个小子是指谁说的呢？加拉太教会的所有的信徒说的，是不是？我小子啊，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，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。这说明基督成没成形呢？在他们里面重没重生呢？没有，没有。下面说，我巴不得现今在你们那里
改换口气，因我为你们心里作难，我巴不得现在不是这原来那口气了，巴不得改换口气。好，再往前看啊，第二章，再看第二章第四节，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，私下窥探偷着看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，要叫我们做奴仆。你看你守那规条是不是做奴仆？这是不是一种怕子？是，我们就是一刻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，从前是荣耀，现在是没有一刻功夫容让顺服他们，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心中，仍存在你们中间，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。至于那些有名望的人，包括雅各在内，无论他是何等人，都与我无干。神不以外貌取人，那些有名望的并没有加增我什么。保罗回到耶路撒冷的，以为去辩论这件事情，辩论关乎外邦人是否是守律法受割礼，但保罗回去了得到的结论是什么？得到的结果是什么？保罗被逼进殿献祭的，非但没有得到犹太人那些有名望的人帮助他，反而把保罗也卷进去的。卷哪里的？卷律法卷割礼里头，是不是啊？是，把保罗也给卷进去了。所以保罗说那些有名望的人并没有加增过什么。那么保罗这个道到底从哪来的？我们先看第加拉太书，加拉太书第一章，好的吗？第六节，我希许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，去从别的福音，那并不是福音，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，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。这段话就是保罗知道从前容让他们是错的，是不是啊？是，因为容让他们传的不是真正的福音，所以他把保罗所传的纯正福音给更改了，那并不是福音。保罗直接就告诉那并不是福音，不过有人搅扰你们，要把基督的福音给更改了，是不是啊？保罗这才知道改换口气的，这才知道的一刻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。是不是啊？往下再看，但无论是我是天上来的使者，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，他就应当被咒诅。我已经说了，现在又说，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，他就应当被咒诅。保罗说，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，还是要得神的心呢？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？若仍旧讨人的喜欢，我要仍旧像从前那么的为了讨雅各的喜欢进殿献祭拿贵妃，是不是啊？许愿，对不对？不对，先洁净了你。如果我要仍旧还那样，我仍旧讨，这就说明保罗他承认他从前是讨人喜欢过，但我现在要仍旧就是依然还讨人的喜欢，我就不是主的仆人。既然主的仆人呢，他曾经讨过人喜欢但转回来了，神也叫他经历一下，叫他经历什么呢？叫他经历人并不能给他带来什么，那些有名望的人并没有给保罗带来什么，相反把保罗想要拉回去再回到律法那个老祖宗遗传中间，所以保罗这才改换口气，说话口气不一样了，也不容让了，再也不容让说服。这就说明他从前容让过，他从前讨人喜欢过，
他说我在什么人中间就做什么人，这句话对是错？错的。现在就知道保罗当时说那句话不合乎救恩真理的，因为分别了才为圣，你不能做他们的人。你到有律法人中间不能做有律法的人，到没有律法的人中间也不能做没有律法的人，你只有是分别了为圣才从他们中间出来，对不对弟兄姊妹？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不听了，从现在开始不要听了，不要守日了，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气年份，我为你们害怕了，别守了，改换口气，我再为你们受生产之苦啊，是不是啊？我现在从现在开始我再为你们受生产之苦，就再给你们传一遍的纯正的福音。那些人传的福音并不是福音，是不是啊？就直接的承认那些人传的不是纯正的福音。不过有人搅扰你们，传立法传割礼，对吗？传洁净的礼，对吗？许愿拿规费，对吗？剃头，对吗？啊，都不对的。所以他就才把这个才改了，改完了之后保罗对反对外邦人守戒命受割礼，反对，也反对雅各所写的四条，给外邦人守戒命就是错的。那么雅各给外邦人设立完四条了，那么雅各自己也在否定，是不是啊？自己也在否定。我刚才查那雅各书，他自己否定了。那么咱们先看保罗是如何来否定，先看希伯来书，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八节，这都是保罗说的话。圣灵没有说，提摩太前书四章一节也是通过保罗的口在说的话。那么刚才咱查到提多书那个十四节，一章十四节和十五节也是保罗说的话，那么这段经文也是保罗说的话。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八节，好的吗？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八节，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，你们不要被那诸般怪异的道理勾引了去。什么叫怪异啊？怪妖魔鬼怪的怪，奇怪的怪，怪异，异就是不一样的，跟圣经不一样，叫怪异，异端的异。你们不要被那诸般许多怪异的道理勾引了去。在新约里头，这个恩典时代，你传旧约的就是怪异，犹太人到我们中间就是怪异，他所传的那个道理也是怪异。不要被那诸般怪异的道理勾引了去，因为人心靠恩德坚固才是好的，并不是靠饮食。那在饮食上专心的，从来没有得到益处，没得到好处。什么叫专心呢？什么叫专心？并不靠饮食，在饮食上专心的，这吃那不吃，这个好那不好，这叫专心，对不对？专心在饮食上，从来没有得到益处的，对不对弟兄姊妹？对。人心靠恩德坚固才是好，这是保罗说一句最最最最跟从前不一样的话，就是人心靠恩德坚固才是好。他从前说吃的是为主吃的，不吃的是为主不吃的，守日是为主守的，不守是为主不守的，是不是？守的不要论到不守的，不守的不要论到守的，吃的不要论到不吃的，不吃的不要论到吃的，因为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，没有一个人为自己而死，他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。他是这么想的，但没想到就因为他放宽了这个，是不是啊？放宽了这个信仰，什么样都能得救。保罗这心是好的，什么样都可以得救，守不守都可以得救，是这样吗？守律法能不能得救？不能得。守规条能不能得救？不能。昨天我们讲到了，基督把我们赎出律法的咒诅，我们才能真正的受圣灵，才能得到所应许的圣灵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保罗这个地方说话就是在反诫命，反什么？外邦人去守诫命，他是反诫，反外邦人守诫命受割礼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他能把这句话说出来，那叫怪异的道理。
人心靠恩德坚固才是好的，并不靠饮食。那在饮食上专心的人，就是专注在饮食上，专心在饮食上，这个吃那个不吃，这个能喝那个不能喝，那个有什么致癌物，这个有什么什么物的，对不对，弟兄姊妹？这跟救恩有没有关系啊？跟救恩是无瓜葛的。所以这段经文说，并不是靠饮食，因为你今天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都无所谓，那是生活，不是生命。你要不信耶稣坏了，对不对？但你要进阶，用食物来进阶，表明这是洁净了。我今天不吃这个不喝那个，又吃不鸡不吃鸡偶像植物，又不吃勒死的牲畜。我问弟兄姊妹，有一天我在也是在河南，就对有一个姊妹说，他说我这一辈子从来我就没吃过什么鸡偶像植物了，什么我没吃过那个血，一口血我都没吃过。我说你真没吃吗？他说没吃。我说你吃了？我没吃。我说你吃了？我就他说我没吃，我没吃就是没吃。我说你就是吃了。他说我在哪吃，你给我证明出来。我说海鱼吃没吃过？吃过了。放血了吗？没有。没有。兔子吃没吃过？吃过。放血了吗？没有。野鸡吃没吃过？吃过。放血了吗？不知道。鸡蛋吃没吃过？吃过。鸡蛋里有没有血？放血了吗？没有。最后不说了，一句也不说，交给万代院。一开始那可仗义了，我一点血都没吃。我说你说一点血都没吃，我就说你吃的，你吃的猪肉哪的猪肉里面没有血呀？有没有？有。他就敢这么说。那么今天呢，这饮食是影子，它不是尸体。饮食越说安息日都是基督的影子，对不对？基督是饮食，越说安息日以及那些个节期的影子，基督是他的实体，这些饮食都是基督的影子。这影子和实体来，那实体来了你还活在影子里吗？啊，彼得建了一个异象，他在楼上祷告的时候建了异象，那个异象里头有一个兜子，从天上掉下来一个兜子，坠下一个兜子，里面有各样污秽不洁的动物。神的使者命令他，你把这些宰着吃。他说：“哎呦，我是分别为圣的，我从来没动过那些不洁之物啊。”主说：“神所分别为圣的，你不可以把它当俗物。”他说：“我没吃过俗物啊。”俗是什么意思？啊，俗和什么？和圣是相反的，是不是？俗。他说我从来没吃过俗物啊。他说神所分别的，你不可当做俗物来，是不是？这个俗物代表是什么？外邦人，是外邦人。那么今天圣经里头所记载的那些个什么分体不倒嚼，倒嚼不分体，或者是不分体也不倒嚼。那不是指人说的，那不是指牲畜说的，是指人说的。听没听明白？是指那些外邦人，不信主的外邦人，就是什么俗。你可别往食物上讲，像季风文讲的，开口讲到圣经中神赐福的饮食，错了。他跑哪里去了？他跑肉体里。他说圣经中神赐福的饮食，他把这饮食当成是饮食的，是饮食吗？不是。昨天我查到哥罗西书第二章是不是这么说的，不管是饮食吃的喝的穿的用的，你们不要谨守这些规条。你们要谨守这些规条呢，我就为你们害怕，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枉费了功夫，因为这是影子啊。不管是饮食约束安息日，这都是将来美事的影儿，那形体却是谁了？基督，对不对？那形体已经是基督了。饮食它在旧约它是饮食，就是好像是叫你不吃什么狗头雕，不吃什么药鹰，
不吃什么呢？还有什么呢？猫头鹰，是不是？不吃蛇，不吃蜥蜴，不吃鳄鱼，不吃，是不是老鼠？这些东西它都是指外邦人说的。如果你按字句来解经，上帝就是告诉你不吃这个。但圣灵明说，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。你们不要把那个旧约那个东西应用在这个地方，应用在生命中间了，应用在我们今天不吃，不吃就是分别为圣，这不又守旧约不对？你把上帝所写的，他说我的话就是什么呢？灵，灵就是什么呢？生命，把上帝的灵、生命的话变成什么呢？生活，生活变成什么？啊，物质。神说的灵，你说物；神说生命，你说生活。当你从外面那个角度看，就看到上帝写的话就是对生活讲的，所以季风文才能讲出这圣经中神赐福的饮食。你一听你头皮就炸，你只要明白救恩的人一听头皮就炸。你为什么头皮炸？因为你领受的是灵是生命，他领受的是物是生活。你说这两个人能，他俩能有共同语言吗？这叫灵理不通。他按字去解经，你说谁能解过他吧？那圣灵难道还说相反的话吗？咱们先看一段经文，先看马太福音十五章，马太福音的第十五章。马太福音的第十五章，找到吗？先看第八节。找到吗？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，心却远离我。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训人，所以拜我也是枉然。耶稣就叫众人来说，对他们说，你们要听也要明白，入口的不能污秽人，出口的乃能污秽人。这是耶稣亲口说的话，不是保罗说的，也不是借保罗说，也不借彼得说，也不借约翰说。说什么？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，心却远离我。嘴唇就是嘴唇功夫，就将嘴的功夫用嘴唇尊敬我，心却远离我。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训人，所以拜我也是枉然。耶稣就叫了众人来，对他们说，你们要听也要明白，入口的不能污秽人，出口的乃能污秽人。当时门徒进前来对他说，法利赛人听见这话不服，你知道吗？耶稣回答说，凡栽种的物，若不是我天父所栽种的，必要拔出来。是不是？就在饮食上专心的人，最后被拔出来，因为他不是我天父栽种的。今天他的道理全在肉体中间，全在秩序中间建造，早晚被拔出来的。因为主耶稣基督说话，他不会，他说入口的不能污秽。吃饭是不是入口的？是。喝水是不是入口的？对不对？对。人今天死是死在背逆上帝，不是入口，他不能污秽你，出口才能污秽人，对不对？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都无所谓，吃血能不能污秽你？不能。啊？不能。不能的。你看，任凭他们吧，他们是瞎眼领路，没看见属灵的亮光，就说圣经中神赐福的饮食，就看见外面，所以他就整出什么了？这个枕头，那个枕头，这个拉法枕头，把耶和华拉法，耶和华拉法弄到了枕头上了。耶和华是医治的神，弄到枕头上去了。耶和华医治还用枕头吗？用不用？不用。往下看，若是瞎子领瞎子，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头，对不对？我们再看一段经文，马可福音七章
往后翻马可福音第七章，老弟们，十八节，马可福音七章第十八节，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也是这样不明白吗？这是耶稣说的话，对不对？这门徒当时不明白，耶稣说入口的不能无为人，他不明白。耶稣说，你们也是这样不明白吗？岂不晓得凡从外面进入的不能污秽人，你吃什么喝什么能污秽人吗？因为不是入他的心，乃是入他的肚腹，这是耶稣亲口说的话，对不对？又落到哪去了？茅厕里。你看你从口进去，他能不能污秽呢？他不能污秽，最后就落到茅厕里头，他不污秽人的，这是耶稣说的话。往下看，就是说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，包没包括血？包括。包没包括祭偶像之物？包没包括勒死牲畜？包没包括？包没包括没放血的？对不对？带鱼你吃不吃？吃，放没放血？没有，没放血，吃了行不行？可以，吃了满脸长大包，啊，吃完了就污秽了，是不是啊？都跑肉体里洁净去了，这就说明这群人洁净是在哪里洁净啊？肉体里洁净，肉体里要去洁净去了，用什么洁净？用食物洁净的。但耶稣说，这就说，这样食物都是洁净的，你听。蛇洁不洁净？洁净的。洁净的。蜥蜴洁不洁净？鳄鱼洁不洁净？假如今天上帝就把你放在那，就像过去那山岭洞穴在那漂流无定的时候，那么上帝就给你鳄鱼肉，你吃不吃？吃。你不吃饿死你，是不是？他就给你那样。食物都是洁净的，听没听明白？今天你不要在食物上专注。因为这是耶稣亲口说的话，你信耶稣的话还是信旧约的律法？信耶稣的。旧约律法它是影子，对不对？那个也就是物是灵的影子，生活是生命的影子，灵是物的实体，生命是生活的实体，对不对？我不要关注在看得见的上，因为我们行事为人是凭信心不凭眼见，是不是弟兄姊妹？所以为什么保罗所写的书信有的地方写的，他说咱们可以放宽一点，吃的为主吃的，不吃的为主不吃的，守日的为主守的，不守的为主不守的。有的人你看他不得，他拜过了偶像，他把这个日子看好，那个日子看不好，这个食物开始洁净，那个就不洁净了。所以因此呢，他就在食物上专注专心，并不在信心上。信心大的百物都可以吃，信心小的只吃蔬菜。你相信不相信？相信。信心要大的百物都可以吃，因为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，对不对？如果神如果通过食物看重你的话，那外邦人没有一个得救的。外邦人什么都吃，猪肉都吃。那今天猪肉你吃不吃？犹太人不吃猪肉啊，你吃不吃？啊！我就上新疆的，前年上新疆的一个维吾尔族一个女的在我身边上跟我聊天，是不是？聊来聊去，聊聊聊去，聊到猪的身上了。我给她传福音，我说你应当信耶稣。她说我信伊斯兰，我不信耶稣。我说你信伊斯兰是没有目标的信仰，你没有目标，不知道往哪去。最后谈到，她说你吃不吃那大耳朵？那大耳朵就是猪呗。我说吃啊，因为圣经说凡物都是干净的，没有物这个不干净。哎呦，那不行，咱们不吃猪肉，不吃那个大耳朵。你看他把吃大耳朵的人当成是污秽不洁，跟那大耳朵一样污秽不洁。
是不是啊？是。就像犹太人呢，把谁食猪肉就从他们中间就给剪除。这个猪代表是外邦人，他不是讲猪，你可别以为那是猪讲猪啊，他代表猪狗都代表外邦人，是不是没洁净的？我们看一下启示录第22章，晓得吗？第14节。找到咱们一同来读第14节到第15节。一、二，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，可得权柄，能从到生命树那里，也能从门进城。城外有那些犬类、行邪术的、淫乱的、杀人的、拜偶像的，并一切喜好说谎言、编造虚谎的。好，这里面说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是有福的，洗没洗净？洗净了。洗净，你们已经洗净成圣成义。什么叫洗净自己衣服？皮带基督的叫洗净自己衣服的。你没有皮带基督，你不是洗净自己衣服的人。所以这里边说，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，可得权柄，到生命树那里，也能从门进城。洗净自己衣服从门进城，城是天上的耶路撒冷，代表基督的身体，对不对？对，在基督里头。城外有那些犬类，犬类是人，是只狗。人不是，他不是只狗啊，是不信主的，不信主的人，犬类不干净的，行邪术的是狗吗？不是，所以淫乱的是只狗吗？不是，杀人的是只狗吗？拜偶像的，并一切喜好说谎言、编造虚谎的，是讲的那些个人，对不对？不是讲我们今天洗净了没？洗净了。成圣了吗？成圣了。称义了吗？他借着信洁净了我们的心，并不分他们我们，对不对？对。而他们不信，所以他们就是权利，上帝就按照将来这些来报应他。因为他不信呢，我就信我自己的行为，我信仰好就行了。所以上帝说你信仰不好，你是行邪术的，你是拜偶像，你还在律法下，你没有脱离律法。那些信的人已经脱离律法，你没脱离律法，所以按照律法来审判你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再往上看，再往上看，11节，晓得吗？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，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，你看。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，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，为义的叫他仍旧为义，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。仍旧是什么呀？他圣洁，仍旧圣洁，仍旧圣洁就是一直圣洁，对不对？就永远圣洁叫仍旧圣洁。那要是污秽的呢？那就污秽，对不对？污秽的人他是心地天良都污秽了，所以他看什么都不洁净了，是不是？人心要洁净，万物都是洁净的。人心若不洁净，万物都是不洁净的。那么雅各给外邦设立这4条合理不合理？不合理，不合理的，对不对？主耶稣就清楚说，不是从外面进入的，不是入了他的心，乃是入了他的什么？肚腹啊，又运到哪去了？茅厕里。茅厕里。这句话说的说，你人吃完了就变出去了。是不是他不能污秽人？只有从里面发出来的才能够污秽人。主耶稣讲这话就告诉你，你吃什么喝什么并不重要，凡物都是洁净的。你不要血不吃啊，把勒死的不吃啊，感谢着领受，没有一样可气的，好不好？好，感谢着领受。到饭店里不要问，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。吃饭的时候不要问，你这拜没拜过偶像啊？你这东西祭没祭过假神呢、啊？不要这么问，给你摆上什么就吃什么。你问，因为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，是为他的良心，为饭店这个人的良心问。不要问这话，你要问完了，他的良心就论断你了。
他就开始在背利的论断你了。这信耶稣不也吃祭偶像之物？我都告诉他祭偶像，他也吃了。他在论断你，听没听明白？明白。你看他们信那个神，还是咱们拜过偶像那个。你看他们信神信的什么？他都在论断你。但你不问呢，他也，是不是？他也不会这么论断你，你也不会怀疑的，你也不会疑惑的。所以不要辩论所疑惑的，这些肉体上的事都是暂时的，肉体上吃的东西都是暂时的，听没听明白？明白。这些东西都是男主人认识神的什么呢？帕子，帕子，这是帕子，蒙脸的帕子，对不对？总感觉到惧怕，这样吃这样惧怕，吃那样不会，吃这也不行，吃那也不行。这些饮食的东西不要拘守这些东西，这是拘守古人遗传废了神的诫命。公义怜悯信实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守那些饮食好不好？不好，不行。看哥林多前书第六章，临前第六章，宝贝们，临前的第六章第十二节十三节这两节经文，宝贝们，凡事我都可行，但不都有益处；凡事我都可行，但无论哪一件，我总不被他辖制。食物是为肚腹，肚腹是为食物，但神要叫这两样都废坏，身子不是为淫乱。这个身子和肚腹它是两个事。保罗讲话讲的他奥秘在就在这个地方。你看啊，食物是为什么呢？食物为肚腹，肚腹为食物，这两个神要叫这两个都废坏，他俩是互相效力的，对不对？是。食物和肚腹是互相效力的，但食物是为肚腹，肚腹是什么？就这个身体，就为这个肚子，他不是单为肚子，他为你全身，对不对？对。食物为肚腹，肚腹为食物，这两个神要叫这两个都废坏，但身子不是为淫乱，这个身子和肚腹它不是一回事儿。这个身子是指教会，教会是为主，这他俩互相效力，对不对？主也是为教会，教会不是为淫乱，他是乃是为主。但肚腹和食物他俩是怎样的？互相效力的。你看明白这句话了吗？有的人拿过来这个就乱解。你看身子不是为淫乱，也就是说妓女进不去天国了。喇合能不进去天国？能。喇合是不是妓女？是是。喇合非但是能进天国，而且列在耶稣基督的家谱上。是是。列没列上？列上。他是不是妓女？是。你要说身子不是为淫乱，他马也没淫乱。淫乱了。他马跟公公行淫了，是不是啊？是是。因跟公公行淫这件事被上帝夸奖了。这里边身子不是为淫乱，不是指地上的淫乱，这里的身子也不是指肚腹说的，因为肚腹和食物他俩都得废坏，对不 对？ 对。我们看看主说话他是有分寸的，有人往往就是把这话错解，用自己的理性错解神属灵的话，用人理性去错解行不行呢？所以保罗说食物是为肚腹，肚腹是为食物，这两个效力的。但下面转了分号，后面就转了，但神要叫这两样都废坏，下面就说身子不是为淫乱，这个身子是指教会，是不是？是。不是为淫乱，乃是为主，主也为神，这两个效力。保罗把这两个给分开了，肚腹食物和身子与主之间给分开了，是不是？是。下面再看啊，并且神已经叫基督复活，叫主复活，
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活，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？注意看，这是基督的身子。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？你们哪个身子是基督的肢体？这个是谁的肢体？亚当的肢体。这是谁的肢体？耶稣的。基督的肢体，看清楚，这是身子，这不是身子，这是杜甫的身子。这是哪个身子？属灵的身子。这是吃饼的时候给你的身子，是不是？这是为什么？为主，主也是为身子。看好了，基督的身体进来了，我的身子是为了主，主也是为身子，他俩是互相效力的。那食物是为杜甫，杜甫是为食物，这两个彼此效力的，对不对？神要叫这两样都怎样废掉？废坏。听没听明白？这话它就不矛盾了。所以你今天不要在肉体里建造，不要在肉体里专注于饮食。在饮食上专心的人，历史历代在饮食上专心的人，没有一个得益处的，就是没有一个得好处的。听没听明白？明白。啊？听明白吗？明白。那么雅各今天给外邦设立四条，这件事对着做？错。错。好，他自己来反对了。雅各自己现在在雅各书里他就反对这句话。第八点，雅各自己反对，雅各自己反对自己，神就要叫他自己去反对自己去，就叫他自己推翻自己的从前说的。我们看雅各书第四章，找到没？雅各书第四章十二节，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，圣灵和我们同证。反对反对？反对了。你看啊，圣灵和我们，圣灵会不会和你定义啊？不会了。圣灵做每件事，圣灵向众教会说话，你就得遵守，你不能跟你同时定义，同时商量。下面雅各说是什么？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几位？一位，是一位。哎，圣灵和我定义设立律法，给外邦人设立律法。这是第一点啊、哦，这是第一点，咱们通过他是怎么反对的，他是怎么推翻自己的，神就叫他自己推翻自己。第二点是，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，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。只有几位？一位。好，这两句话，你看，圣灵和我们定义给外邦人设立律法，这个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。刚才我们讲的，这圣灵明说是有人说谎是人的假冒，我可没给他们定义，圣灵亲自说的话，我可没给他定义啊、哦。向保罗说话，因为保罗是我所拣选的，我得通过保罗的口来说，不能通过你雅各口再说，对不对？雅各最后呢，他自己也不行了，赶紧转向，最后他呢，用后面的话把前面的话给否了。如果这个在前面，这个在后边，那就没有说服力了。
而是这个在前头，这个在后头。他前面说圣灵和我们定义给外邦人设立法，后面说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几位，这是几位？圣灵和我们不是一位的，这是不是一位？这是肯定，这是否定的，是不是？这是多位，这是绝对是一位，对不对？对。创造天地是神和人一同定义，还是神自己定义？是自己的事情。啊，救赎人是人和神一同定义，还是神定义的？神定义的。你看，是不是？你人长得什么样，是人和神一同来定义的，还是神定义的？神定义的。是不是？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几位？一位。只有一位。就把这他从前这句话给没给翻了，就是雅各自己否翻自己，虽然翻了，他的有许多的东西还是有问题的。我们可以看雅各书在哪一方面有问题。第二章，雅各书的第二章，好的吗？他在律法里惯了，你看他在律法里惯了，因为他因果不分，因果不分，父儿子不分，所以他的律法惯了。写书信虽然也蒙了光照了，但他写书信的时候就有一些东西就参与在里头。我们看啊，咱们从第十九节开始看，二章十九节，懂了吗？雅各书二章十九节，你信神只有一位，你信的不错，鬼魔也信，却是战惊。虚浮的人呐，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？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，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呢？看到，这就是他的，这就是他从前在律法中先遗留上，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？他把亚伯拉罕因行为称义，这是他的错误的地方啊！这是雅各错误的，就是他说亚伯拉罕因行为称义。再往下看啊，第二十五节，找到吗？找到吗？二十五节，雅各书的二十五节，二章二十五节啊。基利拉和接待使者，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，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？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，心情没有行为也是死的。这里边说谁呀？拉合，是不是拉合呀？是拉合呀。拉合因行为称义，这是他写书信也明白了，但他里边依然是保留着呢他从前那种东西，因行为称义。好，雅各书当然是塞犹太人口的话，但他因果不能颠倒。我们先看一段经文，罗马书四章的第二节，罗马书四章的第二节，找到吗？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，就有可夸的；只是在神面前，并无可夸。保罗说，亚伯拉罕不是因行为称义的。倘若亚伯拉罕因行为称义，就有可夸，是不是？这是保罗的话。亚伯拉罕
写这话就知道这是耶稣兄弟雅各写的，因为耶稣兄弟雅各一直都在要靠行为，因为我们查到他那些错误，他都是要靠行为，谨守律法都是要靠行为，所以他在这里头他一直把亚伯拉罕因行为成义，拉合因行为成义，这都不稀奇，因为他从前就在律法下，他能说出这话那么都不稀奇。亚伯拉罕因行为成义还是因信成义？因信成义，因信。那么信是因，我讲因过程与果，就像什么呢？是先有你是先有你爸，是因为有你爸才有你，还是因为有你才有你爸啊？这句话你得分清哪个是因，是因为先有神所以才有我，还是因为先有我所以才有神？这句话能不能反着说？不能，不能反着说。你就是跟谁说话，你跟不信的抵挡救恩的犹太人说话，你也不能说因为亚伯拉罕是因行为成义，因和果，因和果，这个弟兄姊妹能不能看清楚啊？因和果哪个在先？信在先。因在先还是果在先？因在先。因在先。你看现在他正好把因跑弄前面去了，亚伯拉罕因行为成义，因行为成义，对不对？错没错？这个是错的。他说亚伯拉罕因信所以献上以撒，这个以撒是果，这个信心是什么呢？因。所以果在先是因在先，因我栽的梨树所以结出了梨果，因我是梨果所以是梨树，是不是啊？是的。是这么说的吗？到底哪个是因？树是因呢还是果是因？树是因。树是因。因信耶稣基督称义啊，最后结出了献以撒这样的果子啊，还是因为行为所以才成义的？因信成义。我们看创世纪创世纪第十五章第六节，好的吗？创世纪的第五章第十五章第六节，找的吗？亚伯兰信耶和华，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。亚伯兰信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，正因为他信耶和华，所以神才以此为他的义。再看希伯来书，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三节，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，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，对不对？这世界不是显然的，不是能看见的东西造出来的，是看不见的神造出来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。好，亚伯因着信，第四节啊，第四节，亚伯因着信献祭于神比该隐献的更美，是因信献祭。献祭是果还是献祭是因？因啊，因。献祭是因还是献祭是果？因。看亚伯因着信献祭于神，是因信呐，信是因，对不对？因信，这圣经就是就他俩就隔着一卷书啊，而且就是说两种不同的口气。这里边说因着信献祭于神比该隐献的更美，对不对？对。他说借着信，信是因，献祭是果，因为他信的对，所以献祭献的就是对。献祭是因信正确，献正确的因信所产生出正确的果，对不对？所以爸爸是因，儿子是果。你要说因为有我所以有我爸爸，坏了，就把你当因了，把你爸爸当果了。你爸爸当果，那你爸爸就是你的儿子，对不对？就像从前有个傻小子，
傻小子上外面跑来跑去，跑回家了。爸，我爷爷呢？你爷爷早就死了。爸，给我娶媳妇儿。为什么？我要生个爷爷。这傻人才这么说话呢，是不是啊？他爸最后给他三个字，缺心眼儿，是不是缺心眼儿？是。那么今天因和果你不能颠倒的，就像什么，因为有神所以才造了世界，这个世界是因有神所造出来的，神是因，世界是他造出的，对不对？你不能说因为有世界所以才出来神的，这句话错没错？错了，已经错了。哪个是因，哪个是果，你必须放前边。你就是说堵人口的话，也不能把因果给颠倒了。全圣经里只有雅各把因果颠倒了，所有的人都没把因果颠倒，是不是？亚伯拉罕因着信，这里边直接说，你看第八节找到吗？亚伯拉罕是因信呢，还是因先献以撒？找到没？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，就遵命出去，往将来要得为地的地方去。出去的时候并不知道往哪里去，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旅。因信是不是？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，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、雅各一样，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，就是神所经营、所建造的。因着信，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年岁，还能怀孕，这是不是因着信呢？怀孕是因着信产生的结果，怀孕不是因，是信是因。这个不能颠倒，雅各给颠倒了，跟正好跟保罗正好反着来的。亚伯拉罕是因信献以撒，还是因十七节找到吗？十七节还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十七节。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，就把以撒献上。献以撒是果是因呐、啊。他是先因信，他说先因行为，这已经是错的，他颠倒了，是不是？虽然他也否定了设立律法判断人的自由意愿，但他在这里把因果给颠倒了，儿子父亲颠倒，因为先有亚伯拉罕，所以后有以撒的，不是因为所以因为有以撒，所以有亚伯拉罕，能不能这么说？亚伯拉罕生以撒，以撒再生雅各，对不对？对。爷爷，是不是？孙子，儿子，以撒是亚伯拉罕的儿子，雅各是亚伯拉罕的孙子，因为有他，所以有他嘛。先有他，再有他，再有他，这顺序你不能给颠倒的，对不对？对。你顺序颠倒不坏的吗？他不就成问题了吗？因为先有神，所以有我，有我才有我儿子，对不对？这顺序你不能给颠倒，说谁是因，你得找清楚，哪个是因，你得找清楚。这里面直接这一节经文十七节，这节经文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，就把以撒献上。这边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，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。献以撒是结果。是因他信所产生的结果，对不对呀？是。我不能把献以撒这件事当成因了，所以他说了，亚伯拉罕因行为成义，因什么行为？他献以撒岂不是因行为成义？错没错？错。这已经错了，对不对？这个因果你不能给颠倒，你既或是塞人口的话，你也不能因着塞别人口的话，你就把这个因变果，果变因了。这叫颠倒是非，对不对？能不能这么颠倒是非啊？这个话能不能这么说？喇合因着行为成义，喇合因行为成义是因着信，因信啊，喇合是因着信，是不是？
这上面说的很清楚，喇嘎因着信，所以才和和平平的接待谁呀、啊？你看第31节，这是证明，十七节证明亚伯兰因着信，31节证明是喇嘎是因着信才能接待施舍，亚伯因着信才能接待施舍。如果因着行为变成立功之法，变成该隐献祭。该隐献祭是不是立功之法？是。他想借着献祭讨神喜欢，但上帝要的是因着信。第31节找到吗？金鱼喇嘎因着信，曾和和平平地接待探子，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。你听听，金鱼喇嘎因着信，这话就是什么？看好了啊、哦。一加上五等于什么？六。这是因，这是什么结果？你不能说因为有六所以有几啊，所以有五有四，因为有一所以才有五，对不对？因为有一加上五才能得出的结论是六，这不是因，这是结果，这是得出的结论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啊？是。因为有我，所以长头发；因为我是人，所以长头发。头发不是因，头发是我，是人。神在你头发上装饰的，对不对？因为我是人，所以我是有灵的活人。哪个是因，你必须得知道。你不能把因果给颠倒了，你把因果颠倒了，变成。因和果，因它不好，前面果跑后面去了，是不是？把那果当因跑前面去了，对不对？果就上前面了，果变成因了，就是因又变成果了，这样叫什么呢？这叫什么？啊，颠倒是非，是不是啊？颠倒是非呀、啊，因果不分呐、啊，所以喇嘎的的确确的。他是明白了一些，但在这个地方，他就把亚伯拉罕因行为成义，喇嘎因行为成义，是不是？错没错呀？错。把这个成义看成是行为成义的。那么要行为成义的，上帝为什么不愿让该隐的祭？他也是行为啊。你至于你不分清楚的，不用把该隐和亚伯那个献祭都看成是行为了吗？他就因为信，所以献祭与神比该隐献的更美。他是借着信献祭的，所以才有这样的结果，对不对？把这个因和结果必须分开。雅各在这里没有分开，是不是啊？他说没有行为的信心，为要突出这件事，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。为要突出什么呢？为要突出正确的信心，是不是正确的信心呢？什么叫没有行为的信心呢？别洗那，咱得加上点行为。你已经错了，你已经中魔鬼诡计。没有行为的信心，不是要求行为，是要求你的信。你信仰正确，它就会产生出来正确的行为，对不对？当你错误的信仰，那是结不出来好的行为的，对不对？他就把这行为当成是什么？我行善积德，修桥补路，就把这个当成这行为。所以有许多人误解的，我得行好。他说，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，这个人是死的。真正的凭信心接受神的义，接受耶稣基督一在十字架上一次一行，他就变成有行为的信心。对不对？亚伯拉罕这个信心是信耶和华，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，这叫有行为的信心。但我今天信是信律法，这叫没有行为的信心，是不是？我信我自己，这叫没有行为的信心。我信我自己要好好行点事善事，这叫没有行为的信心，对不对？他突出的是这个没有行为的信心，这个信心是假信心，是没有行为的；真信心是有行为的，对不对？这真信心，所以他献祭上，这是真信心的行为。
喇合接待使者，这是真信心的行为，对不对？亚伯献祭，这是真信心的行为，就能产生出来真的果效，真信心产生出真果，这是强调信心，不是强调行为。有多少人把这个进行为了？哎呀，这没有信心，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，所以我加点行为。你加点，我错了。上帝要的是天上的人，产生出天上的果效。你必须接受耶稣基督，你用信心接受耶稣基督，接受对了，把耶稣接到你心里，基督在你心里行神所喜悦的事，这就叫有行为的信心。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，你是你自己信自己，我就相信我能守住律法，这叫没有行为的信心。你自己有好行为吗？你要有好行为，还要把救人和救人的行为脱去吗？他要脱你救人和救人的行为，证明你的救人没有好行为。没有好行为是脱呀，是留着？脱呀，脱下去，对不对？一同来闭目。亲爱的圣天父救主耶稣，感谢，谢谢你保守我们的聚会，并且把你的话赐给了我们，使我们今天真正明白你的话语奥秘。求你继续的施恩给你这里的教会，使这里的教会能够大大的兴旺，使弟兄姊妹的心灵也大得兴旺。你保守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姊妹，使他们持守你的真道，直到耶稣基督来的日子，使他们不能偏离你的左右，坚守你所传给他们一切的真理。因为真理能叫我们得以自由，离开了真理就没有自由，离开了真理就没有生命。今天就按照你自己的旨意带领这里的教会，使弟兄姊妹的心灵大得复兴，使弟兄姊妹都能在真道上站立得稳，站立得住。按照你的旨意复兴起每一个弟兄姊妹，保守这里的教会，赐福这里的教会，带领这几天的聚会，把这个接待的家庭交在你大能的手中。就求你在这个家庭中间实行你自己的作为，引导这个家庭的所有的人都能来信靠你的名，并且保守他们都能常在主你的爱中，常在你的恩典中，赐福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姊妹，凡甘心乐意接待你的，主就求你上尖下流的倒在他们怀里，使他们不但得到地上，也丰丰富富得到天上属天的生命。听我的祷告，愿一切颂赞荣耀权柄都归给我在天上阿爸父神，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求的，阿们。好。